高端局如何快速提升自己的物资装备？骑马追空投绝对是不二之选，高风险高回报。鲨鱼就这样跟着飞机屁股后面，等待飞机下蛋。细节标记空投位置，以免奔偏。想要最快捡到空投，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：鲨鱼快速丢弃部分物资，腾出空间。捡空投虽爽，但必须先环顾四周观察。没人，那么这空投就是自己的了。把马停在最方便逃跑位置，鲨鱼喜提大炮和啤酒瓶，搜一座城不如捡一个空投，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。捡完空投别着急走，顶上刚好可以埋伏。等了还没两分半，鲨鱼以为没人来。可等鲨鱼给嫂子喂的草，对面早已经捡完跑路，不过车速没提起来，必死无疑。鲨鱼这打炮技术私下没少练。怎么说？如何？看到前面废车，后面有人露犄角，鲨鱼穿透轻松拿下。消化。鲨鱼这大炮，各位足够学两年半了。没想到下面还有一个坤哥送温暖，嫂子直接摔成半血了。完了，妈的马要摔死了呀！哎呀，我操！等会，上去吃过草。鲨鱼对嫂子真的没话说，喂个草，居然还有意外惊喜。啊！还来？山顶废墟附近的超空果然多，转眼一看，后面也有一个，捡不完根本捡不完。能不能再捡皮？再捡一个皮啊！愿望成真还真有，可把鲨鱼给爽到了。我怎么这么爽啊？大炮正常是只能装五发子弹，但鲨鱼利用新版本改动，直接装到六发子弹。先把大炮丢了，再把子弹丢一半，这样重新装弹就刚好六发。其实有个细节，但这大炮装六发子弹，我操，这个大炮能装六发子弹的话，真的加强。鲨鱼换子弹果然成了六发，这样加六发。 OK， 鲨鱼已经迫不及待找人试试水了。烽烟舔包的功夫终于来人了，鲨鱼丝毫不慌，还有点小激动。我操，来了，丢！哎呀，要来了！对面居然是怂包鲨鱼的大炮，已经饥渴难耐。对面是旅行车，那更不可能跑掉了。三枪直接打爆载具，让其跑路。敌人根本逃不过杀掌心，可惜敌人原地干拉，却让鲨鱼更打不着了。好在是战术枪匣里还有一把大狙，鲨鱼一发入魂挽回颜面。这时候不猛攻等啥呢？真觉得我不发力吗？鲨鱼拉枪线，再次击倒一人。对面只剩最后一个，鲨鱼瞬狙打残，紧接着一个帅气骑射拿下灭队。刷波六，鲨鱼这波操作满分十分，你们打几分呢？自己灭队完，队友就屁颠屁颠过来捡垃圾了。忙不来帮，舔包比狗还快。大炮子弹没了，鲨鱼把 AW 爷们再次找回，骑马比这把大狙好一些。刚想走，就遇到同款杀骑马，队友追了一路都没能拿下。哦哟，撞了！完了，该死了。鲨鱼停马顺秒拿下，关键时刻还得是鲨鱼出手。没想到这二号真不要脸，居然跳马掉血也要抢自救。这二号也是个猪，跳马抢自救啊！这帮逼全是我打的包。场上只剩十几人，鲨鱼稳住吃鸡，待在圈边抽把，一眼就看到炮楼的小可爱。想补掉，可惜对面求生欲挺强。好在人头成功留死，人头数已经来到十三杀了。姐妹们，这把二十杀算不算一把鸡？算五把。鲨鱼如此渴望下播吗？不过最近天天熬到十一二点，也确实挺晚了。什么？前面再次送上门，一个人头，直接猛攻拿下。附近再次来车，鲨鱼骑马追击，对面直接停在前面防区。附近车还挺多，鲨鱼不敢掉以轻心，绕了一圈也没能将其拿下，状态不佳，只能先进圈卡位。而队友瞬间只剩一个，等了两分半，对面骑马进圈。鲨鱼利用掩体成功嗅翻对面，来不及打药了，鲨鱼骑马往圈内靠。
好在有棵树挡住，鲨鱼成功赶紧打状态。我操，还好我反应慢。前面有个厕所，刚好是自己想去的。这国家非常爽，这个完全吃对了。敌人基本上在前面防区，鲨鱼下马输出可水枪了。对面肯定要猛攻厕所，果然刚进厕所就有人干拉过来送。敌人手雷已经落地门口，鲨鱼精准踩雷。哎呀，一定要是雷爆！鲨鱼这是秀昏了头大意了。你赶紧去死吧，老邓！三二一，再见。这小伙子就是抢自救的队友，鲨鱼属实是有点无语。还他妈抢自救，抢的比狗还快。鲨鱼已经尽力了，换我们找时机了。十七杀，满分啊！没吃鸡都满分评分。